网贷甚平好像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死去的青梅竹马找到自己，将什么东西塞到了他的眼睛里，接着他就在一片雪花中消失了。甚平想追上去，却一头栽进了对面大兄姐的奶奶里，这让甚平狠狠地挨了一嘴巴。今天是7月22日，他为了参加青梅竹马小周朝的葬礼，坐船重返了阔别两年的故乡日都岛。这个掉进海里的女孩是朝的妹妹小周玲。甚平从小父母双亡，被朝和玲的父亲法国人艾伦收养，所以她和小周姐妹的关系异常的亲密。玲带着甚平来到了葬礼现场，仪式由神社的神官燕妾主持。甚平在这里见到了最好的朋友林行窗，他痛哭着告诉甚平，朝在昨天为了救一个女孩溺死了，被救的女孩也参加了葬礼，她的名字叫诗芝。在瞻仰遗体时，甚平被不知名的闪光灯照了一下，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。葬礼过后，他便住进了小周家，当晚接到了窗的电话。窗的父亲经营着岛上唯一一家医院，所以参与了朝的尸检。窗从父亲那儿得知，朝的脖子上发现了被勒住的痕迹，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杀。这个消息窗同样还透露给了林，这让林泪眼婆娑。他将姐姐的遗物贝壳项链交给了甚平，这是甚平小时候送给朝的礼物，没想到他一直带在身上。林将甚平紧紧地抱住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杀害姐姐的凶手。一夜过后，时间来到7月23日，西餐师艾伦早早的就起床开店，甚平和林也在店里帮忙。此时全岛唯一一名警察阿哲来到店内就餐，他一来就爆出了一颗大瓜，诗芝一家在今天早起全部消失不见了。这个惊人的消息让林夺门而出，甚平赶快追了出去。林告诉甚平，诗芝曾在几天前见到过一个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孩，这番话被一位路过猎人大叔跟金听到了，他告诉甚平，诗芝看到的是他的影子。在日都岛的传说中，看到影子的人都会被影子杀死，他们会取代本尊，进而杀害他的全家。这个消息让林更加惊恐了，因为就在朝去世的3天前，姐妹俩就曾在海边见到过一个很像朝的人，难不成诗芝也要步朝的后尘？这个消息让甚平也慌得一批，但他还是冷静地安慰林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咱们就去找神官驱驱邪吧。两人来到神社，发现神官并不在家，林在一旁的森林里发现了一道身影，两人追了过去，却听见了一声枪响。顺着枪声，甚平见到了浑身是血的大兄姐，林吓得转身就要去找医生，大兄姐却拽住了甚平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瞬间就被爆头。甚平震惊地转过身来，却发现林正被自己的影子挟持着，影子灵一枪打爆了林的头颅，接着朝着甚平的脑袋扣动了扳机。再次挨了一巴掌的甚平人有点懵，他发现自己回到了7月22日的上午，来接他的林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掉入海中。这次甚平发现自行车的闸线被剪断了。甚平跟随着林再一次经历了朝的葬礼，在葬礼上他又被闪光灯照了一下，种种发生过的事情让甚平的大脑一片混乱，刚才我被爆头的经历是梦境吗？当天晚上，心神不宁的甚平来到屋外散心，却看到警察阿哲和林在街边相遇。林毫不犹豫地一刀就捅死了阿哲，接着他全身亮起了闪光灯，一个人形物体从他的影子处生了出来，接着就变成了阿哲的模样。只见他一伸手，就将阿哲的尸体化作了灰烬。如此超自然的场景让甚平认识到了一件事，这两个人是影子。影灵从影哲手里拿走了警察配枪，这正是射杀甚平的那一把。从他们的交谈中可知，剪断自行车闸线的人也是影灵，甚平的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，这让影灵瞬间就发现了他，毫不犹豫地便将刀插进了他的脖子。网贷甚平足。等甚平再次睁开双眼，他又回到了7月22日的码头，灵又一次骑着自行车出现。经历了两遍死而复生的甚平冷静了许多，他为了保护灵以身拦车，结果自己就被撞进了海里。第三次参加葬礼后，甚平决定采取行动，他先报假警引开了阿哲，接着又将手机调成摄像模式藏在了屋外的花坛里，接着闯进浴室确定灵的位置，
自己因此惨遭淋浴头暴击。一夜过后，手机果然拍到了门外的影铃，申平立刻将这个消息同步给了铃，这让铃大吃一惊，既然影子是真实存在的，那姐姐一定就是被影子杀死的，同样被影子盯上的失之也非常危险。申平想到一周目中的阿哲，或者说影哲曾说过失之一家人在23日早起消失，他立刻就打算去失之家看看情况。在邻居阿姨的帮助下，申平进到了失之家中，在这里他见到了两个烧焦的人形痕迹。来到二楼，申平又一次见到了闪光灯，发出亮光的人正是失之。这一刻申平明白了，葬礼上的失之已经是个影子了，他的闪光灯是为了制造申平的影子。关键时刻邻居阿姨及时走上楼来救了申平一命。回到小周饭店，前来吃早餐的阿哲气愤地表示，申平你昨天怎么能报假警呢？这让申平松了口气，看来我救下了他。阿哲将朝生前所用的手机交给了申平，这是朝去世前一天交给他的，就好像他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，但因为不知道锁屏密码，申平暂时还无法打开它。创也在此时来到了饭店，申平和林立刻便将影子情报分享给了他。创敏锐地察觉到，既然影子和真人一模一样，那我们就无法分辨面前的你是不是影子，所以我们最好定下一个暗号。林提出要去神社驱邪，但申平想到此时的影灵正在神社周围，他立刻反对道，咱们还是明天去吧。创闻言说道，明天可是日都岛的夏日祭，燕切神官会很忙哦。但见申平坚持，便已作罢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天空中下起了雨，趁着躲雨的功夫，林又一次将贝壳项链送给了申平。时间来到7月24日黄昏，川和妹妹朱露子来到了小周家，林也换上了漂亮的和服，一行四人出发前往夏日祭。热闹的祭典让他们玩得都很开心，川也悄咪咪地向申平暗示，我打算在今天向林表白哦。但朱露子却酸酸地说道，林的眼里只有申平，申平你又是怎么看待林的呢？这问题属实是给申平整不会了，他只好慌张地表示，林是我重要的家人啊。此时夏日祭的烟火大会即将开始，林打算邀请申平一起欣赏，但申平却在人群中瞥见了一抹金色的秀发，他立刻抛下了三名伙伴追了过去。跟随着那个熟悉的身影，申平来到了海边，伴随着升空的烟火，他见到了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儿。那么申平所见到的潮究竟是谁？这座岛上还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我是管姐，下期精彩继续。